他就扎心，戒指戴久了摘不下来怎么办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他卡在这个位置，基本上就摘不下来了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大家千万别用力往外扯，这样会导致我们的手指肿胀充血，反而会越卡越紧。我们首先把戒指像这样给它退回去。好了，然后我们用一根细绳把它卡到这个戒指的缝隙里面，然后把戒指往外拉，看到没？绳子穿进去了。然后我们把绳子一圈一圈的缠绕在这个手指上面，我们在缠绕绳子的时候稍微给它缠绕紧一点就可以了，也别太紧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用胶带，像这样给它固定一下。好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然后我们把绳子一圈一圈往外拉，看到没？这样很轻松就可以把戒指摘下来了，非常实用啊。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，可以把它分享转发出去，告诉你身边的朋友。我是扎心，我们下期再见。